免费吃鸡挑战活动，今天我要给这个美女老板上一课。你们那个是正宗麻辣街吗？肯定是啊，你听我说话嘛，那个是正宗那种嘛。我们的调料，我那个人都是重庆来的，我们的技术也是重庆来的。这个活动可以参加是吧？可以啊。这什么活动呢？就是在我们店里面，你五分钟吃完一小份鸡，我们送你一份。好，然后那个十分钟吃完一大份鸡，送你一份。你给我来一份小份吧。好嘞，这是你的，五分钟挑战完，免单。准备好没得？准备好，我们开始计时了哦。开始吧。好。今天我要给你上一课啊。好嘞。等会儿你别哭。多长时间了？快两分钟。我来拼一拼，我来唱一唱。味道正不正宗？够辣不？够麻不？又麻又辣，又香，烤箱也可以啊。能不能喝水啊？肯定不得行噻，不能喝水。嗯，你那个马上就要挑战成功了哦。必须的。多长时间呢？三分多钟。挑战成功。挑战成功。不用买单是吧？不用买单。多长时间？三分五十秒。啊，四分钟搞定了。